今天是介绍两位有关于鲸豚的保育学者，然后他们在保育的这个鲸豚过程中，他其实面临到很多生活上的困难。可是他们还是不放弃，因为他们就是想要有一个更宏大的目标，想要保育我们台湾的海洋。今天就要跑比较北边的样区，我们要在海上待到10个小时。这部片其实虽然说它制作期只有2年，可是我拍摄期已经拍了7年了。因为海上的很多的行为，或者是很多生态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的。比如说我们在海上，可是海可能它有还是有情绪的，因为它有天气不好。那可是我们要拍摄的鲸豚，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到了就约访，它都出来让我们拍。那我们要拍摄到很多是有很有意义的生态的行为，那就是必须要透过很长期的比如说鲸豚保育者的观察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很努力的去跑那个田野，才有办法让你遇到。那我们记录下来，记录观点，今天就在公视家。